两 Q 奥龙。你上个月钱没给我转呢，还吃？凭本事！哎呀，我去！来点柠檬来，小料来拿点酱油来。哎，是吧？我就独自享用了。嗯，那不花钱的玩意儿，一口一百，格外的它香啊。哎呀，一口好几百，师傅一天准备一个，我靠本事赢。哎呀，新鲜的味道。嗯，师傅，你想知道刺身澳龙吃饱啥感觉？我想知道你吃完能不能给我报点钱。等着吧。澳龙能吃，澳龙就是专门刺身吃的，澳龙熟着吃的鸭子。哎呀哎呀，这么新鲜没带卖，哎呀。